啊，圣诞节快乐！我是吴力士，我是王美薇，四位网络电台永远与你们同在。哎，知道吗？为什么有我们网络电视台的诞生呢？哎，因为我们因为相信上帝，然后呢，基督耶稣呢，来为我们的未来开创一个平安又喜乐的一个平台。有上帝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不再受所谓的祖先或者因果论的这个瑕疵。所以呢，不管我的祖先怎么样，因果怎么样，绝对不会来影响我的事业。对，而且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所以呢，你们想要怎么样来跟上帝祷告，怎么样来认识基督耶稣的话，可以参加我们的每个礼拜二的晚上的家教会。然后呢，你想成为我们四位网络电视台的粉丝俱乐部的成员吗？当然一定想咯，有什么后康的呢？我们每个月会办一次这个叫联谊茶会，会摆在礼拜六的下午。所以呢，各位想跟我们这些以下的这些人脉资料库里面的本尊一起来非常联谊的话呢，欢迎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联谊茶会哦，赶快来哦。所以呢，我们的网络电台为大家能够来开辟一个行销包装的好平台，那就是您把您最抢手的东西呢，让我们来帮你做宣传。那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 EasyPC 啊，这个是干嘛用的？可以到处无线上网，携带方便，而且呢，它可以做简报、做文书处理，还有做影音档、照片的储存等等。哇，功能真的好强哦！那目前呢，我们以团购的方式呢，目前这一台是定价5000块钱，而且呢，我们呢还有民宿的部分可以来提供给我们的这些粉丝们。您不管是要到九份去住民宿呢，还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然后我们呢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民宿的这个优待条件，甚至还可以免费去住宿。那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各个有摄影的这个才华的、喜欢做导游的人来跟我们合作。对，我们要让外国人，甚至让对岸的这些高官啊，来此一游之后就不想回去了，不虚此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至于在我们的人脉里面的这个资料呢，我们也有一个安全的防护措施。若是有人反映说某某人利用这个资料呢做为非作歹的事情呢，我们一律调查完之后，属实就是会把它列入我们的网络黑名单，然后让它无所遁形哦。所以各位好朋友，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来合作，我们让这个人脉呢会越用越多。是的。然后呢，不好的人呢，一一把它浮现出来。嗯，没错。所以在此预祝各位圣诞节一定要到教会去哦。拜拜。拜拜。来到什么好地方呢？小薇今天来到的是花莲，在我们经过太鲁阁国家公园之前，一定要来到这一间红樱茶坊民宿。来，跟着进来就对喽。这是我们的女主人，叫做美好，是梅花姐，她的妹妹，我的小主播，来小主播。我是吴力士，我是王美薇，四位网络电视台永远与你们同在，因为上帝的爱使你们在无边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Now kiss your good. This is something good.